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的？其实前两天我就来过了，可是你们没有人在。我留了纸条，告诉你我饭店的 number， 可是你也没回电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这样听你的心跳，感觉好棒哦。 特地偷偷从美国回来，想给他个 surprise， 你在录音室，你去哪里啊？电话。Hello，Hello，还是来不及。 Leo， 这是我在台湾住的饭店电话和住址 ，Call me， love Maggie。 我好想要找一天，就我跟你两个人，不受别人干扰，一起出去玩，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了。 后天是星期天，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后天不行啊，要拍个平面。哦。你刚刚说你想单独跟我一起出去，我试试看我的 schedule 可不可以空出一天给你，好不好 ？OK？ 嗯，我考虑看看喽。 嗯，我送你回家。嗯。没有，走了，我送你回家。 Maggie， 嗯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的？其实前两天我就来过了。
可是你们没有人在。我留了纸条，告诉你我饭店的 number， 可是你也没回电，是不是没有收到纸条啊？纸条？嗯。哎呀，一定是打扫的人弄掉了。皮特告诉我你在这边好寂寞，老催我快点来。So here I come。好想你哦，利奥，想不想我？嗯，想不想我啊？可以。嗯，怎么啦？那什么？怎么啦？怎么好像不是很高兴看到我 ？Of course not。我真没有想到会在我这个 apartment 看到你。Big surprise, right? 嗯。Hello there, remember me? What are you doing? 这样听你的心跳，感觉好棒哦。我好怀念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日子。那个时候啊，你还是个平凡人，不像现在成了大明星，想见你一面还真难呢。当初 Peter 要你回台湾的时候，我觉得好 lonely， 总觉得你好像不会再回到我身边了。没有。所以啊，我决定一个人到台湾来找你，不然我就要被思念逼疯了。不过刚刚看到你，我就知道我来对了。哎 ，Sorry， 你刚刚要说什么？我把你的话打断了吧？Nothing. What hotel are you staying? 我送你去吧。你不留我？啊 ！I'm so tired. 我要先睡了。Good night.